有请影片的主演王一博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安顺利，谢谢。想听一听大家看完电影之后的一些感受，来个踊跃举手。一博来请一位。你拍这一部戏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克服的一些点？不夸张的说，我每天的压力都很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也是帮我更好的完成了这个角色。一博再请一位吧。那个最后面，您觉得一博身上有什么特质来吸引你扮演剧中的这个角色？对于我来说，他就像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一样。对很多观众们的感受，我就会觉得啊，我们的努力真的是被大家看到了。说到幸运，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幸运，因为其实在我还有很多作品时，导演选择这样拍的时候，就因为有那么几个对手演员去学习去补习，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幸运。我们是真心的去拍好这个电影，是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电影。真心话，真心话，谢谢。谢谢，真的很感谢大家，谢谢，再次感谢各位，谢谢，无名，祝我们的电影票房。